2020年在宜兰啊，我们这个德国海豚吸尘器，所有现在啊，我们的同仁集合在这边。我们欢迎二先生。海豚的同仁啊，现在呢要去那个罗东夜市吃地方小吃，那你们把吃的内容写下来，每一个团队啊发给你们一张表格，吃完以后准备回来领大奖。那我们就出发啦，往罗东夜市。哎，请问一下有没有人知道罗东夜市怎么走？正在下雨。对，正在下雨，散步一下也好，因为我们那个中午吃太晚了。我来问一下啊，我来问一下，哎，路在嘴上，问一下，哎，老板，罗东夜市怎么去哈？那边，罗那边直走，哦，直走是吧？对，哦，我带他们去逛夜市，哇，好久没有这种逛街的感觉，哎，罗东夜市算是蛮熟悉的，只是我们来到这边了，然后就整个糊掉了，搞不清楚说到底是在什么哪里，哎嘿。哎，罗东夜市哪一边？直走，直在直走啊。右手边。OK， 谢谢。对，我们现在开吃了啊。哎，大家赶快去吃啊，吃完还有大奖可以领啊。好。哦，好久没来这里。我们今天是那个吃的食物会有一些特别的玄机在里面，那这个玄机呢，就是说会有奖金，然后呢，他们等一下吃的内容跟奖金有关。所以我不太方便露脸。烤玉米，这个是也是我喜欢的。老板娘要等多久？哦，不用等了，那就来一根吧。来一根，来一根。太阳不浪费垃圾袋了。来帮忙。厉害了。我，哎，你们还在比赛，你们赶快去，别等我来了。放进去。哦。嗨。夜市下雨天，哎，你好，哦，哎，这个放咸蛋的真的好吃，哦，三星葱赞哎，那你知道他们这里哦最有名就是三星葱饼，是吧？对，这里的葱是全台湾最好的，叫三星葱。太棒了，各位，每一组成是选六样，你们吃过的好不好？六样你决定好了以后，其他的就可以把它划掉了啊。网路上票选最能够代表宜兰啊罗东有影响力的美食，网路票选第八名的这一个可以得到的分数是两分，这道菜就是高炸，高炸，三分的。很少的土肉，五分的来一个，七分的，六分的，一起来看看六分的这一道是哦，当归羊肉汤，接下来您进入到第四名，这个七分。第三名的分数五八分，三金葱，有拼的拼的，有拼的有拼的，有拼的有拼的，好了，十分，哇，这个太苦了，第一名的十二分，哦，三，好。